蜜举办完婚礼的朴信惠目前正在阳台休息中，经常在社群网站上 po 文和粉丝分享日常的她，最近才因为更新了一张穿着韩服的新照片，并标记韩服以及韩国传统服饰被认为是对于中韩两国的韩服争议表达立场，遭到中国网友恶意洗版谩骂。不过她丝毫未受影响，15日照常 po 出新照，照片中的她换上一头短发，写下是不是剪得太短了，一口气把厚重长发剪掉，变身利落简单的新造型，露出脖子线条，若隐若现的气质，五官整个人美貌升级，网友纷纷留言打赞超漂亮。另一张照片中则是对着玻璃的自拍六连拍，鼻翼嘟嘴眨眼样样来，俏皮的模样根本看不出即将当妈，她不忘自嘲无法放弃搞怪，我的年纪不知不觉 oh no， 只能说在这么可爱的姐姐面前，年龄完全不是问题，期待宝宝的诞生咯。